2019日本小姐选美冠军出炉，得主是就读于东京大学理科三类的杜会亚依子。杜会亚依子可是一位真正的学霸，理科三类意味着亚依子可以进入东大医学院深造。该院系是东大最难进的专业之一，日本小姐是同日本国际小姐和日本环球小姐知名度相当的日本三项最顶级的选美赛事。